儿子啊做了这个老坛牛肉面，第一碗就是端出来给爸爸吃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吃了以后心中的感动啊，时刻延续。捡回来一个儿子啊，你是我们荣誉文创的艺人，你外面赚那么多钱，我都没有抽哎。已经补回来了。你还要跟我拿100万？一起丢丢啦！哎，你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有没有这句话？也是女儿。也是贼啦！宪哥认证露西派牛肉面手艺 ，Sandy 淘百万红包炭，是女儿也是贼。哦，再会吧，再会吧。哦，我三下两就恁阿娘。得奖开心，不得奖替别人开心。这个胸怀是很大的，真的好像这个胸怀绝对不输给。熊熊的啊，比我还大，超大！恭喜啊，恭喜！宪哥20号将角逐3项节目类金钟，但前一晚他也没歇着，和新加坡直播天王王雷熊熊现身直播活动。我们直播已经开了哦，有新鲜人了哦，已经开了哈，已经开了。我们今天太开心了。小庄也在里面啊，小庄。哎，在直播里面。对啊，你不是说都会找一些红的吗？不如来关心一下宪哥砸4000万给儿子露西派经营的牛肉面店如何？露西派他有没有对他有双手写了一段字？什么字？老唐牛肉面啊，第三代传人。哇！我捡回来一个儿子啊，那个露西派人家是含着金汤匙来出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是含着电汤匙。来出事嘛，我儿子出很多事嘛。哦，那一般哈、哦、家里都是那个啊，比如爸爸很气这个孩子出事，啊王磊他们家是王磊他儿子很气他爸爸出事。是啦，儿子啊做了这个老唐牛肉面，第一碗就是端出来给爸爸吃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吃了以后心中的感动啊，时刻延续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这个都会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嘛。我们努力的去栽培孩子，宪哥不敢说是一个好老公，但是我绝对是一个好爸爸。关心完小儿子，回头看看大女儿 Sandy， 在记者会上翻旧账，想起宪哥没有兑现生子得百万红包的诺言。他不是说要包100万？对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之前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啊，哦，所以这女儿啊，她媒体上随便一句话，爸爸就很辛苦，说生百万啊，对啊，生儿子。生儿子给100万啊，那妹妹生女儿给200万啊。我这样讲好了，妹妹的我都给了，你怎么会不会算账呢？对不对？你是我们荣誉文创的艺人，你外面赚那么多钱，我都没有抽哎。已经补回来了。你还要跟我拿100万？一起丢丢啦！哎，你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有没有这句话？也是女儿。也是贼啦！熊生，如果是女生，我穿这个衣服你要报多少？他又不是我老婆，有我女儿，我都送什么送？对对对，没啦，顶多送她，送她回家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直播就开播了。啊，几千人啊！今天曾经突破新币500万台币。哎，500万是一亿啊！哦。OK 哦，我们冲啊！冲啊！加油，喊一下，冲啊！冲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记者啦，他记者不用喊啦。